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香港人多车多，空气污染好严重呢？我有时都觉得块面好污糟噶。不过咧，我自从用咗呢一个 Cosmetic Skin Solution 咧嘅面罩精华之后咧，我就觉得块面好似多咗一层保护罩咁样啦。佢咧会令到我觉得冇咁容易污糟啦，同埋冇咁容易干嘅。因为佢有四大嘅专利成分，所以佢嘅效果系比较明显嘅。同埋咧，佢系由深叶球花干细胞植物嗰度提炼而成嘅。好多市面上一啲精华咧都冇呢一个抗污染嘅成分噶。咁所以咧，特别适合咧皮肤容易敏感同埋易红嘅你咧去试一试啦。因为咧佢有一个 EGF 嘅生长因子啦，佢可以刺激到你嘅骨胶原增生，令到皮肤咧系更加健康嘅。加上佢入边咧系有一个甲壳素嘅成分啦，而甲壳素咧就系用嚟消炎啦、杀菌啦。咁如果有阵时你有少少暗粒仔啊，或者有啲疮咧，你可以倒落去化妆棉嗰度再敷一敷，咁咧第二日咧就已经可以见到咧佢已经系降红啦、消炎啦，啲印咧亦都会淡咗啊。咁如果係容易出黑頭粉刺嘅你，又或者咧係皮膚容易敏感嘅你咧，我都建議你可以試一試呢一隻嘅產品啦。因為咧佢係可以降紅啦、消炎啦、保濕啦，仲有抗氧化功效啊，而且質地咧係比較細滑啦，又唔會有黏粒喎。可以睇下佢可以其實咧係同 B5 咧個質地差唔多嘅。咁試上面睇一睇啦。佢咧好快咧就已經吸收咗入去噶啦，亦都有一個保濕嘅效果。咁如果咧你想咧令到保濕嘅效果係更加明顯咧，我建議咧將呢一個精華咧做搽咗先，做一個基底液。咁之後咧，你再搽多一隻保濕精華咧，個保濕效果咧係更加顯著㗎。